我是三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雷伊，这是那个，今天我们有做那个小象娃娃，而且这是我的小象娃娃，我画好眼睛、嘴巴了，小象娃娃把它填写。因为它写的小里面是我的家，对吧？写开我们的客厅，写开我们的客厅，贴了三只小象娃娃了，那都是。这两只是我自己做的啊，我只做这一只猫，这个亮亮的贴，不过我们想想到要这个塑胶的这个，唉，没办法了，就这样吧。好，来看爸爸。好开心，搭配回来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是小铃铛，谢谢你，拜拜。